结婚，目前育有一对双胞胎女儿，在结婚后将生活重心转往家庭，鲜少在荧光幕上出现，但还是会在网上和粉丝们分享生活。日前他就po出一家四口开心出门踏青的画面，但没想到小女儿的脸却被网友发现怪怪的，牙齿有点排列不整齐，也让不少人联想到日前霍思燕小孩所传出的鲜样体面容，怀疑他女儿是不是也患有同样的症状，在网上引发不小讨论，纷纷留言建议他带孩子去做检查。对于网友们的种种质疑，熊黛林也急忙回应澄清，表示我的孩子都很健康，也强调女儿的身体状况良好，并感谢网友们的关心。